据媒体报道，孙俪在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的精湛演技知名度再攀一层楼，过往拍摄的影片也陆续被挖出来。有网友在微博上传她2013年拍摄《辣妈正传》的花絮片段，有别于通常的剧中的威严形象，她在 KTV 尽情高歌蔡依林的《说爱你》，诠释出不同的味道。影片中可以看出，孙俪身穿白色印花上衣，腰间系了一条黑色腰带，很有女强人的韵味，大方拿着麦克风唱《说爱你》，身旁包括明道在内的演员都跟着打拍子，他也完全沉浸在自嗨模式。尽管如此，也完全没有落拍。唱到兴头处，孙俪还一步步靠近镜头，随着轻快的音乐节奏摆动着身体，甚至伸手只看着镜头露出三笑，一举一动都很可爱。尽管她的声线和原唱不尽相同，却用独特的浑厚嗓音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，让粉丝都相当惊艳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